历史书看看，继续来看到各地的古迹、嘉义市城隍庙，甲台已经有300多年历史。在底有一个传说，讲到日本时代，庙险险啊，互迄当时的日本市长毁掉。落尾只有城隍爷托梦改建过庙，才会当保留落来。庙方特别经历咧7月8日古历5月17日圣诞进前，伫咧庙埕用搬戏的方式，要来定表现这段神奇的历史故事。黑白啊，老白啊，含这个黑白母像伫个庙埕来演戏剧，这是固定古迹嘉义市的上爱爷公庙。伊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。不过听讲伫个这个日本时代，差一丝仔都予迄当阵的日本市长甲废掉。尾也是上爱爷公安尼显性托梦，才予这个庙宇甲保存落来。庙方选伫个这个范将军甲贾将军，也就是黑白啊甲老白啊，因伫个农历5月17日生日进前，伫个庙埕透过演戏剧的方式，呈现这段神奇的历史。口述这段历史故事的是刘福条，伫个旧年94岁的官龄来过身。庙方来公开伊在生时口述这段历史故事的重要抒情影音，让刘先生的子孙啊，通啊做伙来见证这段历史。这个时阵啊，伊所讲的这个故事，阮拢一直拢会记得。啊，感谢城隍爷庙遮，让阮阿公会使让伊做一个见证。庙方嘛，透过演剧的方式，呈现当年的奇景，要让更多人会当来认识上爱爷公庙的历史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